点哦。好，那么呢，在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先请新人为我们回到位置上稍作休息，因为我们要欣赏呢接下来一支影片。好，这支影片呢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没有看过，新人没有看过，主夫人没有看过，我也没有看过。那这支影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呢？这支影片呢，刚好是在上礼拜4月10号的时间，是他们两个人呢结婚场的时候呢，由我们的动态录影师为我们呢录制了，包含仪式的部分，还有当天4月10号宴客的部分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准备来透过这一段。